张继跟邱淑媛医生之间的不续聘争议，那其实它凸显的是，我们台湾主治医师常年不受劳动法规保障的一个困境。身为医生，我们的天职在救助患者，但是呢，我们却在我们的工作上呢不被保障了。或者是离职违约吼，定期契约的问题，还有这些职灾，那或者是这些调动这些规则，把它写进到这个医疗法的劳动专章里面。因为疫情这个原因，所以之后劳雇上面的争议只会多不会少。这个时候不建立机制，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那呼吁呢？这个主管机关要有明确的作为，那以及立院进步来通过医疗法修正案来保障全体受雇医师的劳动权益。受雇医师毫无保障，受雇医师毫无保障。主管机关拿出作为，主管机关拿出作为。院方在这个调动跟这个续聘的过程中，其实都是没有告知具体理由，或者说其实封锁了这样子的联系管道。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也让我们就是看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邱医师他其实算是在皮肤科界算是一个很权威的一个医师，那在长期服务长达25年，等于说他的资历跟他在医界的贡献其实非常非常的战功彪炳。但是就算即便如此，这样子面临院方说不续聘就不续聘的这种，其实还是没有任何的法规保障的。那更不用提说，那如果只是一般可能是新进啊，或是比较之前啊，或这样子的医生，那其实面对院方这样子的压力，其实更没有一个具体的保障。那在去年12月的时候呢，就被医院单方面告知说我的门诊要有一些调动。那我个人也跟医院陈述一些理由，说是不是希望可以不要调动了，但是最后还是就调了。那么在今年的第一季，就是1到3月，这第一次调动，那我也都就配合医院的要求就去看门诊。然后第二季的时候又做了第二次调动，那我也是就虽然是可能有一些意见都不被接受，但是我也是都认真去做我该做的工作了。好，那么结果在今年的这个5月30号呢，就单方面接到医院给我一张通知书，就是契约期满通知书，那当然就是不续约了，所以我工作到6月30号为止。那么因为长久以来呢，我们知道呢，就是住院医师已经纳入劳基法的保障了，但是呢，全国广大的主治医师呢，并没有在这个劳基法的保障之内啊，那也就是说，主治医师的工作权呢，就是没有任何的保障哈。那么医院可以单方面的，就是可以把你解约、不契约、期满、不续约。那我个人是深感呢，就是受到伤害，所以像这样的事情，虽然今天是发生在我邱竹满的身上，但是呢，在我之前有好多好多个邱竹满，在我之后呢，也一定还会有更多更多的邱竹满受到这样的对待。所以呢，在这个事件上面呢，很希望说大家一起来关注像这个新冠肺炎肆虐全球，那这需要谁来守护国民的健康？当然是全体的医护人员那我们医生，身为医生，我们的天职在救助患者，但是呢，我们却在我们的工作上呢不被保障其实自己也很心酸啊，我觉得说，当成当到这样真的是，就不给大家讲正经的就是，你看那像我们181门诊早上的门诊可以看到下午3点那就是183下午的门诊可以看到晚上8点，我们是很认真在照顾我们的患者那为什么我们的劳动权就是没有被保障到？其实，在过去的这个时代，其实没有人可能20、30年前，没有人觉得医师这个工作的环境是需要法规保障的，因为医师呢，这个谈判筹码多，他本身就可以跟医院谈出比较理想的工作待遇。但这几年呢，随着医院大型化、集中化那其实很多的医疗的行为必须要仰赖高价的仪器跟很多科的这样子一个共同合作，使得呢，其实医师对于医院这个依赖度越来越高。那在这个依赖度高的情况之下的话，但是却有很多医院之间的待遇就不透明，所以呢，医师就越来越在这个过程里面丧失我们的议价能力。那对于医院端出来的这个契约内容根本就没有招架的余地。劳动条件等于是任由这个资方摆布，而且呢，这个同时没有任何的法规作为后盾。那我举几个例子，这其实都是工会曾经有受理过或者是我们发现过的议题。大家可以相信，大家可以相信，就是说我们其实在台湾的医学中心，公立医学中心的契约里面，居然会出现一个条文，它写着就是说，医师呢必须要随着医院如果有临床工作需求的话，必要时调派工作地点，不得有异议。
那相比之下，其实劳基法对于调动工作地点，它其实就有一些规范。例如说呢，不能够比本来的待遇更差，而且如果说今天要考量今天这个员工的这个健康跟家庭照顾的需求，那如果说在交通上面有一些协助的话，必须要先给予协助。哦，那但是这个医师啊，其实却没有这样子的这个规定。哦，那在契约上还被写说不得有异议。那如果说你不遵从的话，就可能要面临违约的奖惩，那甚至随意扣你的薪水，这都是我们曾经遇过的案例。那我们也曾经遇到过。就是说，医师呢，这个不满这个医院呢、擅自调整他的工作内容，那想要离职因为不满这个血汗的环境，可是却面临医院的这个高额的违约金，高额到什么程度？高额到500万的程度，是他过往所有领取的薪水的2倍。而这样子的一个判决，这样子的一个球场，由于今天没有任何法规当做后盾的关系啊，就是随便医院开，甚至在法律上面也成立，法官也承认，法官也判决，就是说医师需要赔偿。在几年之前，我们把一部分的住院医师纳入了劳动基准法的保障，可是其他的医师，例如说今天在我身旁这两位前辈，那他们其实却因为种种的原因，其实还没有什么进展啊。那其实其实最关键其实就卡在就是说，那个主管机关跟很多医院的高层啊，就认为就是说医师的工时不好界定。但没关系，也因为这个样子，我们其实主管机关也曾经有过念头，我们修订了一个专章，劳动在医疗法里面修订了所谓的医师劳动专章。我们先不要处理工时的问题，不管是离职违约哈、定期契约的问题，还有这些职灾。那或者是这些调动这些规则，把它写进到这个医疗法的劳动专章里面，希望就是说呢，我们先把有争议的工时的问题我们先搁置，但是我们先确保今天不要再出现像是邱竹满医师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期满却不续聘。很可惜的，这样子的法案在行政院里面，在这个院会里面其实是不待见的。那原因当然是因为它造成太多医院的这个成本的负担。卫福部在2019年的4月17号的时候，其实他们有将医疗法修法的草案其实送到了行政院，可是当时这个法案到行政院以后，很可惜并没有出行政院，也就是没有再进到立法院。那去年底的时候，那我们其实共同的提案希望能够在这个医疗法里面那增订这个劳动权益的专章这是我们去年底的提案。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医疗法增订这个专章，其实这个做法也就是不只是在劳基法里面处理，而是我们透过在医疗法里面处理。其实这个做法过去其实也是卫福部的立场，那只是我认为可能卫福部觉得还遇到了一些争议，或者是有些大家意见不太一样的地方没办法解决。可是我们很希望卫福部不要放弃，而是应该要拿起自己在主管机关的责任跟使命，这个方向是对的。那第一个就是卫福部应该要定出这个医院跟主治医师的契约范本，落实基本的权益保障，也就是解雇啊，或是调动，或是违约金这些，到底有哪一些其实应该受到一些雇主应该受到一些制约，要符合哪些法令，这些是应该要在这个契约范本里面明确提出来的。那第二点，就是我们认为劳动部应该要针对现行各医院与主治医师之间的劳动契约进行调查以及监督哈，像刚刚这个我们陈秘书长有提到这个像是这个任意调动不得有异议哈，劳工不得有异议哈，那这个很明显出现在一个公立医院，其实我们认为是非常非常不符合现在这个法治社会的一个精神哈，所以我们认为劳工部应该要针对这些契约展开一个全面调查跟督导哦。那第三个就会诊这个整个根本就是说我们希望在这个立法院的这个部门民意机关这边医疗法的这个劳动专章可以尽速的来完成审查，那保障我们整体全体的照顾医师的权益，那让邱淑玛医师这样子的案例再往后不要再来发生。